哎，小妞，里边跟张楚岚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就是哪儿都通那个选手，冯宝宝是吧？住手！宝儿姐，别打了！宝宝，宝儿姐，宝宝，宝宝你怎么了？我也不晓得。没事吧，二姐，我知道。我有的你也会有的，我会帮你找回来。嗯。